您真是抬举我。其实天诺的事儿，我做不了主。天诺本来就是陈家的。其实天诺早就是你下位的了，何必跟我谦虚？我真没有谦虚。天诺的事儿我说了不算。如果你真有兴趣谈，应该找陈经理谈。其实谈生意还真的不如陈经理。哎，无声。哎，把酒给我们夏总买上。哎，夏薇，你会喝酒吗？我不会。好，好酒量。明宇，明宇，你再待一会儿吧，夏薇很快就回来了。哎，不用了，真的。哟，夏薇，文文，文文，你回来了。哎呦，你身上怎么那么多酒味儿啊？你在哪喝的呀？喝多了，跟米少奇喝的。阿姨，你赶紧把他扶进去吧。明宇，阿姨，你快扶他，扶进去。你干什么呀？文文，你走开。文文，好了好了。文文，你喝多了，没喝多，咱们赶紧回屋躺着。明宇，你喝多了啊，走吧，我们走了。明宇，明宇，文文，明宇，我是替你去谈生意的，你得管我。别闹了，进房间睡吧。我不去，我刚刚去找米少奇。把天诺归到他们米氏，做他们的分公司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天诺是老字号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，来。阿姨，你快把他扶上去吧。你干嘛？哎，你别碰我。你别走。哎，啊，你干嘛？文文，你干嘛呀？你是嫌我臭吗？你干嘛？好了，小薇，别闹了，你别管我，别管我。资格管我？文文，你不是和我离婚了吗？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明宇，别管他了，我们走吧。蒙玉，就是陈明宇，他不喜欢我，他不爱我，他也不会爱你的。你有完没完？别再闹了，行吗？你别管我。文文，你别闹了，文文。赶紧休息吧。明宇，不要离开我。休息了再说吧。不，别离开我，我们可以复婚，我们复婚吧。等你休息了再说。我没有罪，我现在特别清醒。我们复婚吧。我不可能了。为什么？我今天必须告诉你，我真的每一天都很想你。你们在的每一天，我都不开心。你回来吧。回哪里？回家。回家，这就是你家。回新房。钥匙呢？钥匙呢？夏薇，啊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离婚可以复婚啊！我知道你是爱我的。别缠着我。那你
要我怎么样？离我远一点。说把发动机给换了吗？换什么换啊？换不花钱啊？花钱也参不了赛，顶个屁用！你是什么态度？不来参赛干嘛？我来陪你玩玩。什么叫陪我玩？别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你的名额早就定了，我陪你跑啊，只是练练而已。你说什么呢？全队都知道了，你的名额是板上钉钉的，我们只是去争最后两个名额。哎。我的脸要是长得像你脸怎么办啊？我也去泡夏威去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怎么着？想打架？怎么样？打呀！给我放开！没事干了，怎么给我放干净点？你这个吃软饭的，咱们赛场上见。哎，去去去去！你也去。喊大点声啊！碎性骨折，估计得三四个月才能好。我还能赛车吗？赛车是不可能了。求你！你这么狠！
是因为不能参加赛车，所以心情不好。别难过。我只会伤害他。我看这样吧，这段时间你们俩暂时分开，彼此冷静冷静怎么样？我给你熬了点羊骨头汤，你喝点儿，这个养骨头的。贺磊也是个废物。我告诉你，医生说了，你的手腕一定会好的，相信他啊。来，喝点儿吧。哎，你别管我行不行。你酒醒了，起来吃早饭没啊？厨房里给你留了饭，你再去睡一会儿吧。小心啊！你这是在惩罚自己。我就是要惩罚自己，我再也不信你了。我不信，他就不该认识我。什么逻辑嘛？这车都是你擦的。哎，你别擦了，伤口会进水的。走开。哎，我说陈明宇，这手啊不仅仅能开车，还能干别的事儿，别那么欺负自己行不行？别管我。好，你要擦是吧？我们陪你擦，擦到你满意为止。接着。你干什么？都说别管我了。给你看看我们有多健全，手有多好使啊。哎，对，我们就是喜欢刺激那种自暴自弃的人。你，哎，你干嘛呢？手不要了？都已经废了，已经废了，别管我。何媳妇，你放开他。咋样？
砸碎了正好当废物，你就不用赛车了，正合我意。还有这个东西，什么玩意儿，都给我扔了。哎，行。爹，干脆把这手废了得了。就让夏薇养着你，住别墅，开悍马，去天诺当你的甩手掌柜，多好啊！别说了，不让我说，我偏说。你不是离开夏薇活不了吗？不会的了。哎，感谢大家在这一年来所做的所有努力，包括对我的支持和信任。如果没有你们的努力，天诺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重获新生，走出困境。我要在这里谢谢大家。其实我和你们每一个人是一样的，十年寒窗，走过了高考，租房子，挤公车，在奔跑中学会吃早饭，在摔倒后学会含泪前行。为什么大家还要这么撑着？为什么？活着呗，为了所爱的人，为了理想。对，为了理想。人活着就是为了理想，否则生命多没有价值。为了理想，实现自己的价值，让身边周围的人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快乐。可惜现在天诺不能给我带来快乐，所以我要去追求我的理想，开始我最初的梦想。在我走之后，会由花如锦来接替我的位置，成为执行总裁，管理好天诺。我相信在他的带领下，天诺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我们一起共勉，欢迎花如锦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出色，我会努力的。谢谢。夏总。我不是夏总了。您去哪儿啊？找到地方了，一定会告诉你们。那就祝您一切顺利。谢谢。有时间记得回来看我们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夏总，去哪儿啊？以后不要叫我夏总了，我已经不是你老板了，花总才是你老板。那我再送你一程。这不是我的车，我有车。这不是你车吗？这是公司的车，我的车在那儿。成为过去和记忆，你我的相聚都是那么珍贵，每一个时光再给力也要失去，每时每刻都有潮落潮起，每时每刻都有困惑和纠结，
你累的，一头大汗的，歇一会儿喝口水不行吗？他乐意。哎，对了，夏薇做什么呢？很久没见他了。他忙着装修婚纱店呢。还不是你的礼服引起了他的创业斗志。真的？那不挺好的吗？婚纱店在哪儿开的？就在那个婚纱一条街上。多少号我也忘了。跟他说啊，不要太累太辛苦。他啊，现在就像一只奋斗的小鸟，从早到晚的就泡在婚纱店里，我估计装修工人都快烦死他了。对了，你跟他说这件事儿我功不可没啊，等开张的时候我必须是嘉宾剪彩的啊。好啊。这女人一失恋就开始玩命工作。去。哎，陈明宇最近怎么样了？他正在复健，但是心情不太好。那他有没有提到我姐？我谁敢提啊。那他们俩之间真的不能复合了吗？之前发生那么多事儿，两个人彼此都有了心结，在一起也是强人所难。那婚宴呢？他们能见面吗？明宇，哎，给你看，这是美国最好的运动附近理疗师回复我的，我把你的病历还有手部 CT 都传给他了，他说只要一年的时间你就可以复健。他们要赚钱，当然这样说，万一没用呢？有没有用那得去了才知道呢。是啊，我跟你说，他给很多知名的运动员都做过那个康复理疗，很管用的，特别可靠。行了，别乱花钱了。怎么是钱的事呢？钱也不用你考虑啊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现在能吃饱饭就不错。我说陈明宇，这话可真不像你说的啊，我也是个开车的，这个手腕胳膊疼很正常。这个医生的话他就那么说，你也就那么听，主要看我们自己恢复，别枉费红玉那份心啊。对啊，你就去试试，万一要是治好了呢，也不枉费大家一片心血，是吧？是明宇，你就去吧，你要是不去的话我这心老是放不下。我考虑考虑。别考虑了，考虑什么呀，我跟你说全世界乱跑的，万一他又约别的患者了呢。知道了。我说二位基本上都归位了，行吗？行行行。那个咱们什么时候开饭？马上开饭，我新选两道菜，我给你们露一手啊。那个我为了大伙儿我监工去啊。行了，你还是有点优点的。那你这是羡慕嫉妒恨吧你？我跟你说，我这是苦练厨艺8年，为了什么呀？就是为了以后给我的老婆做饭吃啊。真有出息。怎么男人做饭就没出息呢？你就不懂，我问问你什么是生活啊？这个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家三口人生火做饭，对不对？吃得好才能过得好，日子才能好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虽然是个开车的，也没什么太大本事，但是我敢保证，就是哪个女人要是跟了我求幸福，肯定吃得好睡得好安乐无忧，要不然都对不起我这名，你说是不是？你敢不敢再酸点儿？哎，你会当人家男朋友吗？嘿，假如我是你男朋友，哎，你半夜给我打一电话，不管我睡不睡，第一时间飞过去。你要是加班，我就在你公司门口死等，不管钱。你要是放假了，我安排你点菜，我买单。你爸妈要是有个大事小情的话，我就砸锅卖铁，我也得出钱出力啊。这就标准男朋友。说得好听。还没完呢。最主要的就是，你随便骂我，保证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不信，我就脱给你看看。
你看你这胳膊给我掐的，你就掐一个地儿，你都不带换地儿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你一句？哎，这话你怎么不跟夏薇说呀？我跟他说的啥呢？他那小心脏里面就写仨字：陈明宇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那个，其实现在陈明宇在慢慢接受你，这是好事儿。对我那么有信心啊！我跟你说，我要是他，我早娶你了。真的，红玉，就不冲别的，就冲一点，你对一个男人这么痴情，这么执着，就应该娶你。现在这社会这样的女孩太少了，他不娶你，他就是个傻子。哎，我发现你其实挺有眼力见儿的啊，真不错。越来越喜欢你了，来来来来，吃一个，吃一个花生。好，请你吐豆丝儿啊。脸红什么呀？真逗。好，切土豆丝儿啊。嗯，妈妈好不容易给我个花生，还是苦。那怎么？再给你剥一个。不，我是命苦。行了。一切手续都办好了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别告诉陈明宇，是我干的。啊？那我说是谁啊？嗯，就说是一个叫红玉的。嗯，好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行行行，别哭了。哎呀，看吧，你看你这一哭，浑身的肉都在抖，有损市容。来，别擦。你走开！原来你骗我给你们拍婚纱照，我就不拍，我就不帮忙。你最好别请我去婚宴，要不我就砸场子。那我要是不结婚了，你那朵儿侄女怎么办？你省得花朵压我。你和花朵都是我的宝贝儿，啊。我就是你的。你是我妹呀，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，你可不能不去啊。男人不爱才会认妹妹呢，我才不要当你的妹妹。你这就肤浅了啊，这妹字怎么写？一个女加一个未，就是说你现在还年轻，有大好的未来，有大把的好男人等着你去呢。啊，夏薇是你姐姐吧？姐字怎么写？一个女加一个且。她刚离婚，现在只能一个人得过且过，啊，还有如姐，她这下半辈子只能给孩子当牛做马，累不累？啊，你就知足吧，啊，来擦擦。汉美啊，其实我特别感谢。在我最失意的时候，是你给了我快乐和希望。你对我非常重要。可是我现在不快乐。那行，你怎么着才能快乐？是不是我不结婚你就快乐了？那，让我拍照三个条件。说吧。第一。给你拍照，红包就免了。行，红包免了。第二，你必须为我的下半辈子负责，你得给我找男朋友。行，我包了。第三，你作为单身男性，要陪我去玩一次旋转木马。当哥的，今天就给你当牛做马都成。叫我来什么事儿？把这个给陈明宇。
你既然都决定离开陈明宇了，干嘛还要帮他赎回改装厂？这是我对他的承诺。什么承诺？做完这件，我就不欠他的了。那你干嘛不直接告诉他呀？那他一定不会要的。你不会还在幻想着陈明宇会跟你复婚吧？爱一个人，不一定要占有。只要他幸福，我也为他高兴。陈明宇可能会跟我去美国治疗，那车程怎么办？不碍事，你可以把他交给周占地先打理，等明宇手好了，回来正好可以修车。明天小姑带你去看爸爸好吗？真的太好了。你约探视了吗？嗯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还想给他酱点牛肉呢，都没时间准备。妈，陈金宇只答应见我和康康。他应该是希望多点时间跟康康聊聊吧，怕人去太多了没时间。那好吧，你就带康康去吧。江阿姨，我有件事想问你。你说。周六花如锦在酒店办事儿，您去吗？不去。你怎么不去啊？孩子是金宇的，看在孩子的份上你也得去啊。吃饱了吗康康？上楼去。也是为了花朵好，现在这样最起码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体谅他的苦衷。还不知道这孩子是谁的。妈妈，妈想求你一件事儿。妈，您跟我还说什么求不求的？妈妈，你劝劝花如锦带孩子去医院做个亲子鉴定，也让妈知道这孩子到底是谁的。是陈金宇的。文文，这件事情必须弄清楚，咱们要为孩子负责任呐。哎，签吧，钱都打过去了，就差你这个签字了。你不是不喜欢我做改装厂吗？怎么不讲一声就买下来了？等你手好了就可以修车了呀。可你这时候买也很奇怪嘛。哎呀，有什么可奇怪的呀？我们不是要去美国了吗？去美国也不碍事儿啊。你看，如果我们现在买了，早买早安心。而且我们走了之后呢，你可以把厂交给老周啊。你可别忘了，你还欠他一份工作呢。这钱是你的，我暂时还不了。那你就用你的下辈子还呗。哎呀，你签吧，现在就差你这个签字了，你就答应吧，签吧啊。妈，如果花朵真的是陈金宇的孩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替金宇照顾孩子。陈金宇配做父亲吗？配不配，孩子身上流着他的血呢。那他还流着您的血呢。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他根本不会放弃陈家的一切任你做妈妈，这你还不知道吗？我不想让金宇再走我的老路。母子分开是很痛苦的事情。那花朵怎么办？
恶有一天，如果他知道他爸爸就是壮，花朵，花朵有权知道他自己的父亲是谁。孩子，身上流的是谁的血？真相有时候更加残忍，更带来伤害。我相信，我相信金宇会爱花朵的。只有您才相信他。我相信他，我必须相信他。他是我的儿子。妈，真相真的这么重要吗？好好的帮帮我，成吗？什么？你让我偷花朵去验血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确实不合适，只有你去才最不容易起疑。你想干嘛？人家吴刚和花如锦刚刚结婚，母女俩经历了那么多，好不容易组成一个新的家庭，你现在让陈景宇知道花朵身世，这不明摆着要搞破坏吗？如果陈景宇是花朵的父亲，那他就有资格知道，我们不能瞒着他。我的夏小姐，花朵才不到一岁，陈景宇至少该承担父亲的责任。你还想让陈景宇承担责任？你别忘了他是个罪犯，他开车要撞死花朵呢。如果他知道花朵是他的孩子，他一定不会撞。你知道你在替谁说话吗？一个自私自利、诡计多端的骗子。我也不想参与这件事儿，但是我已经答应我妈了，这是她的心愿，我不好意思拒绝。我不干，事情万一搞砸了怎么办？搞砸了也要试一下，如果陈俊宇接受了花朵，他就有机会接受我妈。我是真的不愿意帮陈俊宇。你就当是帮我，帮我妈好吗？先别告诉吴刚和花如锦这件事儿，等陈景宇表了态，我再想办法。哎，我说你怎么老让我做这种难度超大的事情？行了，谁让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呢？啊，听话。说实话，这天我等了很久，真来了，我有点不敢相信了。当新来的感觉好？紧张。对了，你跟小薇怎么样了？她今天有可能不来了。哎，今天你是主角，我别聊这些。别耗着了，赶紧做决定，别耽误两个女孩子的终生幸福。走吧。是我的红包了啊，真漂亮。成为过去和记忆，你我的相聚都是那么珍贵，每一个时光再给力也要失去，每时每刻都有运转风起，每时每刻都有
客客客气的成功再陶醉也要清醒，每时每刻都有潮热潮起，每时每刻都有困惑和纠结，你我的别离都是那么的难舍，可知可感的真诚在忙碌也有真实，每时每刻都有潮热潮起，每时每刻都有困惑和纠结。